今天用5毛钱买了一块大冬瓜，今天就用这一块冬瓜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淡解油腻的做法。先用刀从中间对半切开，冬瓜一切两半，把里面的瓜瓤挖出来，我们直接下手就可以，简单粗暴又有效。去好瓜瓤以后，再把冬瓜的外皮去一下。冬瓜去皮以后切成3小段，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直接用刀切成薄薄的大厚片，切得薄一点，这样好操作。像这样薄薄的冬瓜片就可以，然后收拢起来放在大碗中，加上1大勺食用盐，下手抓拌均匀，先来给它腌制一下。准备1块钱猪肉，先切成小块，再用刀剁一下，剁好以后直接放在小碗中。去小菜园里面泡上2颗小葱，直接切成葱花，切好以后收起来放在肉馅里面，调一下味道，加上1勺生抽、1/2勺老抽、1/2勺蚝油、1克胡椒粉、2克食用盐、1/2勺芝麻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现在的冬瓜呢，已经完全杀好水分了，杀出来很多，冬瓜变得非常软。倒上1大碗生水，下手抓洗一下，把上面的食用盐给它洗掉，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放在小碗中。取一个冬瓜片放在案板上，均匀上抹成一层肉馅儿，从一头给它卷起来，卷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漂亮，像一朵小花一样。卷好以后放在盘子里面摆上一个花心。锅子里面倒上1碗滚烫的生水，放上蒸笼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水烧开以后打开盖子，把冬瓜放进去，盖上盖子煮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冬瓜已经煮熟，我们关火取出来放在案板上，撒上1点蒸鱼豉油就可以，不用加入别的调料了，这样可以保留它的原汁原味，而且它的营养也不会流失。撒上1把黑的白芝麻作为点缀，冬瓜这样做用料简单，味道独特，少油少盐，清淡解油腻，老人和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，无论是怎么吃都香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，看完视频有任何建议一定要留下评论哦。